好饿。其他那个四千多还有啊？你捞回来那个四千的。啊，这个边上的四千没撒网，捞回来的。那个，那会儿他大学的，跟小杨似的，三十多岁的，三十六岁的，还最后干的什么？跟这个差不多，跟这不好，跟这地方的这个差不多。现在他们除了出事跟北京的也不一样，也不一样。全出事的不是好出事的孩子，干嘛的？啊，这是自己的人。啊，这个是地方的，不是啊，这个最大是六万四五千五的那嘛，知道吧？对呀，纽约也是他们的，最低能不到六万。也不对，对不对吧？六万五千五他那个，他老几个贵啊？哪个呢？他这个店还挺大的，跟咱公里大的。他是什么？什么的？跟这差不多。这个差不多，哎，这个差不多。是地那边的吗？啊，是地那边。是地的。没有，好像老头儿那边。有人。我咋玩的这个不好使了，玩儿是大家都玩了喽，就咬了。弄个沙发好使，啊，也还能给他改位位。改老几，小丫头都滑喽。原上分儿我觉得也不好使，真的好使呗。专门的一个人把这这好像我也不懂，这知道还一定要当你俩兄弟，和他聊不了。因为他聊这儿了，凑合着，要是没想本事，我见这都没有，过不了。这么多操这么用惯的，这是他是操的呢。长大以后谁接上那东西？就是。他多少嘞？他这块儿就蹦的就是包三百块钱，包两千多。干嘛的？你那个包？哪样激动的？哎呦，不行了，怎么不就这儿了？怎么？你为啥不好吃啊？这块儿呢？这块儿的哪块？哪个出来的？咱回头你看看。我到处也全能赢呀。最大最大汉六百四十五人的。你把我看哪儿的？我看你，我找机会，我看你出个机会。行吧，行喂。我是看看什么样的草根儿的好吃的，兄弟们。你后头为主，为机会为主。他里边有什么？不等是300到600。他的东西好像心都野了都，来这儿的压力差不多。老几张的呀？啊，小子，这会儿看见的人是谁？